据媒体报道，3月27号消息，近日有媒体拍到范冰冰现身某美容院，爆料称这家店正是她新开的。一些用于开店的花篮也被摆放在了美容院里。该美容院于3月26号正式开业，李晨、范丞丞、马苏等现身支持。据天眼查数据显示，北京妙美肤殿堂医疗美容诊所有限公司注册于2016年。2017年，该公司曾因未按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